你是金姐的朋友。你好，我叫狄志杰，初次见面请多指教。你好，我是金靖。想不到我们第一次见面你就选了一个这么漂亮的结心花园。哦，不是的，我在我们两个人家中间画了一条线，这个花园的圆心正好位于连线的中垂线上面，所以我们到这的距离都一样，谁都不吃亏，就是这样。好特别的女孩子，一上来就这样碾压我的智商，我好像爱上她了。徐先生，你怎么啦？这么对我嘘寒问暖，一定是因为他也爱上我了。李先生，李先生，李先生，啊，你在干嘛？不好意思，我好像有点出神，我想到了一些小说的情节。哦，对，听金大姐说了，你是写小说的，那你是写历史小说、武侠小说还是科幻小说？我写的是言情小说，我带了一些我的作品要送给你。亲亲我的野蛮王妃，郎君你别跑，还有我最喜欢的霸道总裁的小娇妻，那页都有我的签名，送给你。谢谢，有空的话我会看的。当着我的面丢掉我的书，好有个性啊。狄先生，是这样的，如果你没什么事的话我就想回家了，我还有好多功课要做。功课？你还在念书吗？对呀。哦，想不到第一次相亲就碰见了清纯的女大学生。哦，不是的，我在念博士。女博士？怎么啊？你不相信啊？幸好我时刻准备着。浙江大学工学学士，美国斯坦福大学生物学硕士，英国牛津大学物理学博士。不信的话，你可以一验真伪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我相信。好难沟通的女博士啊，不过这样更激起了我想要征服的。狄先生，就是狄先生，你在想什么呀？哦，我想帮你暖暖手。哦，不用了，我自己搓搓就好。天气这么冷，还是让我来帮你吧。嗯，还会害羞呢，真可爱。暖手是热量的传递，搓手就是热量的产生，哪个热效率更高，你不明白吗？明白，这么简单的东西我怎么可能不明白。不如我们来玩一个游戏吧。什么游戏啊？让我们背靠着背，闭上眼睛，绕着这个长椅转一圈，如果我们还能遇见彼此，就代表上天注定了我们这段缘分。狄先生，要开始喽。哦，你在哪里呢？我已经绕了半圈了，你有开始绕吗？我没想到在这里遇见你，好巧。巧什么？从一个点出发绕圆一周，必然会回到这个原点，这么简单的道理你都不明白吗？明白，我当然明白。卖花喽！哎，哥哥，你给姐姐买一枝花吧。不用了。要，当然要。郎情妾意成双对，选朵玫瑰最实惠。50枝。嗯，好啊。小妹妹，你也太过分了吧！花是植物的繁殖器官，为了经济利益贩卖别人的繁殖器官，你是否太残忍了？50还好吧？没关系，没关系。我觉得很过分，我不喜欢这个花。啊？怪不得嫁不出去，老太婆阿姨。刘胜英，你想找到
不要为了小朋友的三言两语影响了你的心情。狄先生，我知道虽然你不是那种第一眼美女，但请相信我，一定会有人欣赏你的美。不是，狄先生，这路灯，路灯下面有你跟我。不是，这路灯有你跟我很美。这路灯要等啦。果然是学霸，你一定是目测就发现了我的身高跟体重，然后再经过精密的计算。是的，他写了，维修中。哦，啊！糟糕，我的手好像断了。怎么了？我看看。哦，没事，只是脱臼了，我帮你接回去。啊！好了，你随便活动看看吧，应该没有问题了。可能要大一点的活动才知道有没有接回去。可以呀，你活动吧。你太过分了！打吧，为了这个吻挨多少巴掌我都愿意。对不起，我不知道。我要还给你。